第一次见你是在2011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每周六早上，我们都可以在录音棚唱自己喜欢的歌。王俊凯，对人又好又温柔。男女笑起来就特别甜。走上这条路必定是艰苦的，当时我还不知道当明星很苦，先苦后甜嘛。看他的话会比较有底气一些，因为队长嘛。当时就我和另外两个人去参加一个节目，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是这样的，明星嘛，他就是我去避免。我做明星的人，就是你一直永远还我的房子。今天心有余悸吗？我去死都不去还你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来过来。我还说这个游乐场之王，游乐园之王，梦想实现了。一个人笑，在跟冠军是不是很棒？上完吧，只是更英雄。云很淡，云很淡，风很轻，风很轻，人心沉，人心沉，浮浮沉沉。我也是中文女生，我是北电大一新生王俊凯。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。其实我是觉得唱歌舞蹈都是我不需要去做的事情。我觉得好好学演戏，但是我音乐我自己有喜好，我也不会放下。我是肯定不会放弃唱歌的，唱歌也是我从小到大的爱好。人家说，在十五六岁交的朋友，会是一辈子难忘的朋友。我们还有一个十年，两个十年，三个十年，讲未来要说的话。浮浮沉沉。